寸土，一念木，一花一。小唐，你看前面那个美女在那做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下车。哎，美女，美女。啊？这个水不能喝，你在喝这个水吗？没事的，这附近没有商店，买不到水，我太口渴了。你别喝这个水啊，你看这个水不干净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一瓶水吧。你是谁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在拍我吗？哦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叫阿峰，我是来你们这边做农产品生意的。因为刚刚路过这个路边，看到你在那里喝水，就想过来记录一下。哦，这样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给你拿一瓶水吧。谢谢。来，美女。谢谢。没事，你喝这个水吧。来，妮妮，喝水。美女，我看你一个人背这么多东西，还有提个桶，还抱个孩子，你准备去哪里啊？我这是刚从江西那边工地上打工回来。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在工地上面打工吗？对呀。你平时上班的话，孩子怎么办呢？我白天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关在宿舍。就你们两个人，你们也太不容易了。孩子爸爸呢？不想说话。哦，这样子。我看你背这么多东西，你是一直从城里面走到现在吗？这么远，为什么不坐车呢？因为我没有赶上车。没赶上车啊？嗯。啊，你们也太辛苦了。要不这个样子吧，我顺路送你回家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没关系的，我也是顺便去看看风景嘛。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那要不这个样子，你如果坐车的话，从城里面坐到家里面多少钱？200多块钱到200块钱的样子。那我送你回家，然后到家以后你看着给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那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来，我帮你拿这个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没事，我帮你提。谢谢。走吧，美女。嗯。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拉雅。拉雅。这个名字真好听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妞妞。妞妞啊，妞妞真乖。来啊，这就是你的家吗？对呀，我家环境有点差，你介意啊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的，来，我帮你把这个放下吧。谢谢。来，哇，这个好重啊。还好。哇，好重。你在叫谁呀，来呀？我在叫他爸爸。他爸爸不在家吗？看来是出去了吧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拉雅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来，这是车费。不用不用，我就是看你们两个人在路上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所以就说送你回来一下。不是，这是该给的。不用给我钱，真的不用给我钱。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要不你留下来吃顿饭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会不会给你添麻烦呀？不会的不会的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菜，就是平常我们吃的粗茶淡饭，你别介意就好啊。不会，那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先进来喝口水吧。好。来，阿峰哥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吧。好。这水真好喝。怎么回事？拉雅怎么把门关上了？拉雅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拉雅。拉雅，你怎么在抓鸡呀，拉雅？准备杀只鸡给你吃呀。不用，真的太麻烦你了，不用杀鸡，你快把它放下吧。要杀的，你看你那么远送我过来又不收钱，杀只鸡给你吃。好，谢谢你。不用的，我送你回来又不是为了吃你的鸡，真的你把它放下吧。没事的，要杀的要杀的。
你拉二环喽？还拉环？来拉环。哎呀，这是。是妞妞的爸爸，他是一个好心人。我和妞妞回来的时候没有赶上车，是他送我们回来的。这我挣了好多钱，我钱了他。拿来，你喊老哥。给我留200嘛。那呀。妞妞他爸爸怎么把钱都拿走了？反正我身上只要有钱，他都会拿去，他不会给我们留钱。他拿那么多钱去做什么呢？他喜欢打牌，拿去打牌了吗？你在外面工地上面这么辛苦的干活，挣钱来养家，他还拿钱去打牌呀？哎，你这个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好了，不说他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来，阿峰哥，吃饭了。哎，好吃吧。阿妈，阿哥吃好。谢谢。妞妞好乖呀。是挺乖的。妞妞她爸爸她不来吃饭吗？她可能又出去玩了吧，有钱她就拿去找她朋友玩了，去喝酒了嘛。她一直是这个样子吗？是的，一直都是这样。你怎么一直这个样子下去吗？这样子又能怎样了？你可以带着妞妞一起离开呀，你看妞妞这么乖，是吧妞妞？简单。拉雅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拉雅。你这么勤劳的一个人，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。拉雅。你在外面工地上多少钱一天啊？100多块钱一天吧。我带着孩子在外面找工作不好找，所以上了工地。去提那种灰桶、灰浆搬砖那种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我知道，那个工作很辛苦的。辛苦没什么的，主要是他提供住宿，白天我可以把孩子放在宿舍。但那个工作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做的话，确实有一点累。还好习惯了。你太坚强了。你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。谢谢。妞妞。多吃一点肉啊。只要孩子好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你再给他啊。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。